大家好，我用台语讲哦。我主要这计划吼是叫找台语哦，找台语，咱主要在做是台语文所的书库，甲书店的我计划。我今仔讲的重点也时间无介济吼，我主要是咧大概，大家小概讲为虾米要做这样代志。我名叫王嘉明。我过去的背景，我主要是整体甲台语文相关的方面吼，我拢有参与过。我过去嘛有参加迄个欧文地台的竞赛，等等，台语我这方面吼有通过一些无同的迄个认证跟检定吼，啊嘛有咧通过迄个职业教师的迄个证书。我去年吼开始有咧做手机顶管的两个软体，一个拍台语是台语的书籍发，啊个是台语的书店。简单讲一下，咱台语的现状是安怎？足侪人毋知影台语有字吼，而且台语即卖有标准的字单音吼，它有三种吼、过去拢用八学堂的历史是叫白话字吼，即卖教育部吼为2009年开始有台语汉字、台语罗马字吼拢单音吼，即卖而且认证考试拢要使用吼，规定要使用吼，各些高中吼学校拢要教。而且很出事的台湾报纸刊物，哦，你拢经限定爱用这几项字，哦，才会使投稿，还是讲出刊，哦。所以即摆其实有标准的字通用，哦。所以台语很重要的问题是安怎，哦？咱经费未够，因为台语无家己唱，原住民吼，因为家己发言，吼，家己委员会，无家己的电视台，哦，台语拢无，哦。所以即摆台语的问题，吼，未来应该足紧，可能几多天就无伊啊。困境是安怎？咱即马知影语言要救吼，就是爱透过教育吼，教育吼，拢爱靠啥？听讲读写爱会晓吼，所以即马上要紧的物件吼，听讲读写，像你一开始学一个语言，上要紧，你毋知影字，你就去怎啊练书顶吼，你要练写字、拍字吼，啊透过吼书面关。即马很出事吼，教育部虽然有做一套吼。书店，不过伊个问题吼，就是讲伊个字吼，伊是常用词，常用词的，是表达讲无台词拢有，伊内底即摆有40000+个词，吼，不过一般咱民间咧用的吼，比如讲台语大书店吼有90000+个词，吼，迄个无啥够用的，所以40000+个词基本是定定找无咧精简吼，所以讲，咱爱有一个吼，咧做教育基础的工程，就是讲爱甲人家的书库资料整理较完整，吼，未来会使做研究，是讲吼做其他的运用，吼，比如讲我要做书语法，吼，拢会使谈好研吼。所以我即摆拄着的问题吼，台语要死啊，今日叫台语透过教育方式，吼，拄着的困境就是基本的资源无够，政府无资源嘛，无法源，吼，咱来透过这个吼种种经验。计划吼，建立一个完整的台语字词的资料库，吼，好用的，搁做一个完整的，阮搁会透过遮资料库做一个完整的书店，吼，甲许同个用，吼，未来搁会透过遮资料来做处理法，吼，所以基本上吼，大概就是我会甲纸本的资料数位化，已经数位化，会甲做整理，啊，甲遮资料公开，吼，就大家使用，吼，咱遮资料整理了后，咱搁会开发做产品服务，吼。会使用一个整合的书店吼，做一个吼书店的 App 甲网站。未来我阁会投入吼，家己我做开一个开源的专案，会书籍化甲其他的书店吼，未来才会使做应用。大概是安尼啦，大家有兴趣会使吼进一步来了解。好，多谢。